狐狸。 没事就好，要不然狐王又该担心了。你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灵猫，怎么会有治疗的仙术？不对，这是水凝兽才有的法术，障眼法。我刚才都救你了，我们也算是朋友，你要替我保密的。水凝兽倒是可以助我一把，好吗？那是自然。 谢谢你在九渊救我出来。哎，对了，刚刚听你在念叨古劲。你别跟我提他。哼，原来真是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。可惜我内丹受伤，不然我现在就替你撑腰。你别怕，我来帮你。 我跟你说，你只是现在好一些，乌龟覆灭丹的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谢谢你，阿姨。 阿姨，快停下来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给我过来！啊？干什么？过来。
去哪儿啊？怎么了吧你？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要是有什么不满，你可以冲着我来。为什么要欺负一只受了伤的小狐狸？还有你啊，你都受伤了也不知道防着点，坏人！九渊，冯毅怎么会去那里？具体情况晚辈也不知情，但我们确实是在九渊煞域找到的红毅。进九渊可不是小事，红毅何在？啊，在这儿，在我的乾坤袋里。出来吧。红毅在那里。快出来吧，到家了。他不在乾坤袋里。我早上明明看他进了乾坤袋，我还以为东华圣神的弟子有多厉害呢，没想到一样也喜欢自吹自擂。就是，各位先别着急，我们从来没有要诓骗狐族的意思，但红毅确实跟我们分开才不久，这乾坤袋中应该还有红毅的气息，有没有骗人，诸位一试便知。啊，对，一试便知。两位并未撒谎，红衣要是肯乖乖跟你们一起回来，倒不像是他的性子。这么着急要去哪儿？红衣，红衣，他是小狐狸。一进金幽谷就看不见你的影子，其实你一直偷偷跟着我们，知道我们要来这儿，对吧？寒英，几日不见，可有想我？什么想不想你啊？一面之缘，在紫月山你还不告而别，我们没那么熟吧？嗯，别对他这么凶巴巴的，他又不是坏人。怎么会是一面之缘？我与阿英，好歹是一夜之缘。说什么呢，臭狐狸！哎，阿英，以后就叫我的小名阿九吧，这样亲近，也不容易被人察觉我的身份。阿九，阿九，哎，你跟着这样没用的小仙，没前途的。我在前面备了一艘画舫，我们一起去游览江河风光吧。哎呀，不愧是只狐狸，尾巴那么快就露出来。我有狐狸尾巴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有些人，一直以主人自居，绑着人家不放。可以了，先别说了，阿九。我跟阿静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所以我不能跟你去了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对妖界很熟悉，对吧？那你能不能帮我们进入这个赌坊？赌坊？拖着这个后腿，也没办法带走阿英。看我怎么把你困住！这有何难？跟我来。九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本公子今日忘了带赌本，不过赌坊的规矩不能破。喂，仙祖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抓来的仙奴，阿九，今日就把他抵作赌本了。你说。里边请。阿英，我们走。九公子，这边请。呀呀呀呀！多少把我赢回来！阿英，坐。
谁让你做了？仙奴在旁边站着。九公子稍坐，我去准备一些点心。阿九，你的伤可有复发？其实这两日我腰丹的伤经常发作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你的腰力又动荡了，我来帮你。阿姨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种治疗方式是会灼烧内丹，折损寿元的。可是这会伤及阿英的性命。各位各位，看这里，下面开始我们今日的琳琅赌局。这个便是今日赌方的第一个彩头。仙界前任天帝陈辉家的族徽。这也能赌啊？还是不能赌啊？还是这样。你们来赌方就是要这族徽。要这东西做什么？你管这些做什么？诸位，若是感兴趣便可上台来赌一局，若是赌赢了，那此物便是您的。怎么样诸位，谁想玩一把？我来。三个八。三个八呀，就说的不行吧。这还有八吗？我赢了，带走。愿赌服输，给你吧。不，哎，阿英，你不是讨厌他吗？正好他被带走，不是少了麻烦？怎么说他也是我大泽山的师兄，怎么能在这儿被带走？我不能带走。等等，我再跟你赌一把。你还有什么赌注跟我赌呢？我。我拿我主人跟你赌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的主人爱慕当家的许久了，只是他这个人比较含蓄，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，这一次也是专门派我来引起当家的注意的。他胡说八道。你看他害羞了。这位小公子恋慕我？哎，什么叫小公子啊？这位可是当今胡王的亲侄子，弘毅殿下。我主人曾对我说过，他小的时候便在三重天见过大当家的，当时就对大当家的念念不忘的。你在胡言我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对我们真的很重要，所以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求你。是，小时候是见过一面。原来你一直惦记人家，你都不说的。不如这样，你陪我喝几杯，我们叙叙小时候的事儿，我就将此物送给你。你这小仙奴我也不要了，咱们来日方长，如何呀？成交，闭嘴。行，不就是喝酒吗？走走走，我们去厢房好好喝。走吧，我有腿。接住！又来一个帮手！阿金，别急，要想他活命，就把碧血灵芝交出来。阿英，交给我。
放心。碧血灵芝可以给你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你可搞清楚了，我现在手上可是有人质的，你谈什么条件？你就不想听听吗？狐狸，连过来，狐狸。把他放了。走啊。我们快走吧。我也是第一次用狐族媚术，也不知道能管多久。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太危险了吧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要不然先把他绑走，等我们去归墟山办完事，再把他送回仙界。嗯。真麻烦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嚷嚷什么？这女仙，本公子带走了。退下。虽然阿英答应让你跟着，但我们现在有正事要办，不能老是带着你。你以为我愿意跟着？我知道有些事情很难放弃，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老放在心上。走了，在这好好等我们啊。真不去了。那好吧。就这点能耐还想困住我，也不问问我这九尾之身答不答应。没想到那么顺利，走吧。红叶，你怎么跟进来了？何人敢擅闯我归心山？猴王之子，大胆！请白芷背信弃义，杀我父母，这笔仇我回你一棵生辰树，你也还不清。狐族当年你杀我不少族人，仙妖两族的恩怨何止这一两笔血账？我本不计旧仇，你既先来报复，我便留你不得了。在下大泽山虎鲸，这是我的师妹阿英，见过陈敏殿下。陈敏殿下，晚辈自知鲁莽，但我们此次前来是想搜寻梧桐树中的凤影仙缘，此事关乎继任凤凰的性命，我们来之前还带了一份礼物给殿下，望殿下行个方便。这是罢了，你们把这狐妖带走吧。多谢陈敏殿下。多谢陈敏殿下。阿九，我知道你记恨当年之事，情有可原。但就像我方才说的，
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如今陈敏公主已让我们取走仙缘，也同意不再计较生辰术之事，你也退一步行吗？这灵气落了，我看是那个陈敏不肯放过我，背后是绊子。以他的功力肯定没必要耍这些手段。你们先别说了，这出口都看不清，怎么出山啊？往一个方向走，不可分开。一个方向？哎，啊，我跟阿英有一套联手功法叫镜花水月，关键时刻可以保护他。我牵着他，你在前面走。说，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一个地方的灵力突然出现变化，除了天地出现异变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护山大阵。你们看，现在护山大阵已变成了魔阵。难道是魔族？他们乱了归墟山的护山大阵，想要把我们困在此处？恐怕就是如此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我听说鹰族有鹰眼大法，可以于万里之外洞若观火。那是自然。这是一块结界石，可以暂时打破结界，但需要你帮我找到阵眼，我就可以想办法暂时控制这个结界。帮你们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答应我，以后不会再让乾坤带来对付我了。先把他放了，把火皇玉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这丫头。好，我给你。什么偷偷摸摸的？给你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干嘛？阿英，我看你刚才受伤了，给你个灵丹，伤能好得快些。多谢。阿英别吃。阿进，这是阿九。这是胡血丹吧？胡血丹。它可以增加服用者的修为。对啊，增加阿英的修为不好吗？阿英功力提升，自然伤就能好得快些。是，它可以提高服用者的修为，但同时也能让服用者对狐血主人言听计从，没错吧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抢走我家阿英吗？放眼仙界，就阿英这么一个顺眼的，跟你做仙婆，还不如跟着我。跟着你，跟着我。你先跟我过来。过来。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娶她的，特别是你，就很不配。拿着，没有下次了。什么时候就你家了？
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了一场。按照我们英族的规矩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难，我交你这个朋友了。嗯，阿英，你是乱交朋友的毛病还是不改？什么叫乱交朋友？这都不算朋友的话，要什么才算朋友？阿英说的对，我古今今日也交了你这个朋友。交交交，也不会少块肉。破戒指还你。阿英，你注意身子啊。喂，你真打算带我去大泽山？不然呢？不是答应要替你疗伤吗？你有那么好心？是，我确实不怀好意，打算把你骗回大泽山养伤，然后把你喂成一只肥狐狸，关在小笼子里，永远出不去。哼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一个受了伤的狐狸有什么可骗的？既然阿英答应你要替你养伤，我们大泽山子弟向来说到做到。阿九，你就跟我们回大泽山吧，大泽山可好了。你现在有伤在身，可能贤善贤竹师兄会唠叨一点，让你好好养伤，按时吃饭。不过如果你实在想出去，我知道一个后门，我可以带你从后门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摘果子。大泽山那么远，你们吃喝都不备，还不得本少爷亲自去摘？还是你细心。嗯，只有你的，没有他的。妖狐，你有妖狐！哎，闭嘴！再叫我吃了你！现在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听到了吗？嗯。刚刚我满口胡言。刚刚我满口胡言。华叔对歪眼邪，丑绝三界。啊啊！华叔嘴歪眼邪。守绝三界，三界最美的女君是阿英，三界最美的女君是阿英。嗯，阿九，干嘛欺负他呀？我跟他开个玩笑嘛。你还好吧？这是。哦，他是我跟阿静的朋友，阿九。这就是来做客的仙狐呀，是不是工作好凶哦？他就是这样，喜欢这样与人玩乐，不好玩吗？没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啊。跟我走。我跟你说啊，阿九。大泽山的弟子都是我的同门，你以后不许欺负他们的。我是替你出气。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因为古晋喜欢华叔，所以你饭都没吃完就跑了。他爱喜欢谁喜欢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种没眼光的仙君坚决不能要，不像我。我就很有眼光，我喜欢的是三界最好的姑娘。阿姨，考虑考虑，我们双休吧。如果我再看到胡写完，我就让师兄把你给踢出去。我又不是遇到个人就愿意和他双休。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狐族妖丹特殊，属极阴之火，寻常天材地宝都没效果。据我所知，只有阴火阳冰才有奇效，但这宝贝可遇不可求，若能找到一片，也就不必再损耗阿英了。有那功夫找阴火阳冰，我都把你给治好了。而且再说了，我真的没事，你看，休息一会儿，现在很好。快点去炖汤，哎，多加点猪肝啊。嗯，不行的话，你的心肝也行啊。不行，阿九，阿九，我可没欺负青衣啊。不是，我是来找你请教的。请教我？嗯，怎么追姑娘？追姑娘？你？不是我，我追什么姑娘？是帮古静，我想帮古静追华叔。哦，古静啊，这还不简单，教他我们狐族的媚术。是追求心上人，不是骗姑娘。再说了，你们这媚术能骗一辈子吗？那就送白鸟岛，几车灵物，反正大泽山有钱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华叔是仙君，又不是仙奴，他怎会因这些就心动？再说了，真心又不是可以买得到的。再想想，单刀直入，让古静制住华叔。你到底会不会追姑娘？你想的怎么都是馊主意呀？当然，你当然不会了。我猜啊，阿九连姑娘的手都没牵过呢。你又知道了，青衣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饭做好了吗？算了算了，白费劲了。我还以为你们狐族会媚术，定会很多谈情说爱的法子。这样看来，阿静可难办了。等等，如果是帮古静想师叔的话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我在人间的时候读过一个话本，说的是有个书生用3年的时间种出了一片桃花林，待到落英缤纷之时，请姑娘入林，说出苦藏心中的情话，然后二人就终成眷侣了。我觉得这个法子好哎，又不落俗。难道你就让古静在大泽山种桃花？嗯，晋国的小屋旁不是有株梨花树吗？看起来是普通的梨花树，其实是极品梨树赤萝。赤萝？嗯，可是我怎么看它也就是个普通的梨花树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赤萝花需要以仙力浇筑10个时辰才显现，很少有人愿意为一束花开花费那么多精力的。明日刚好就是七巧节。嗯，法子又不落俗。好，我知道。小叔，嗯，你总算醒了。阿英，没事吧？嗯，我没事。你是主仆气发作，所以晕了过去。主仆气发作，必是起了与仙气相悖的心思。阿英，我来问你，你去诚实回答，你是想伤害古静吗？我没有，我怎么会伤害他？那你可是对古静动了情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那你先好生养着。青衣，阿九，你们好好照看阿姨。是。嗯。青衣，啊，去给阿姨熬个鸡汤补补。哦。你赶紧的，没事就赶紧回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今日是七巧节，我看试炼来的宾客都去天河过节了，要不咱们一起去天河逛一逛，散散心。嗯，真不去了。
吧，那你好好睡着，我走了。难不成阿英真的喜欢古静？要赶紧离开这个古迹，大笨蛋！这凌云山这么难找吗？还没有音讯呀、啊。凌云山是有自己的秘藏结界的，它可能藏在任何一个山川密林当中。我每天都给妹妹出送礼物，可是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的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可能要是让妹妹化形的话，就必须要找到凌云山的玄壶才可以的。下次我陪你找，我们狐族最擅长寻宝。今日不喝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不行，说好的不醉不归。宝贝呢？你要觉得今日的酒很特别吗？这是阿英我特制的梨花酿。阿英，本来是想帮他的，可现在。不是说好今日只痛快喝酒不想别的吗？来，不醉不归。喝酒。对了，阿九，你都伤好了还不要回胡族吗？狐族是我的家，但又不像是我的家。我父王母后都不在了，只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那里。你就这么不喜欢你姑姑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看到她就想起当年静幽山一片狼藉。她越想弥补，我就越想逃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找到了凌云山，我就给你划了大块地，你想待在哪儿都可以，你不想回去也可以，反正你做什么都可以。阿英，我从前总说要你同我系狐族双修之术，我已经不这么想了。我现在想做你藏在心里的那个人。做。阿英，又是主不弃。阿英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挺好看的。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。夫人，是不是因为古静要求娶华叔了，所以你开心不起来？你不是早说过要放下吗？
我挺好的呀，真的很好。我今天特别神清气爽，定能寻遍十座仙山。走了。喊你都喊不住，就知道闷头乱飞，都闯到人家禁制结界里去了，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我没注意。谢谢你啊，阿九。笑不出来就别逞强了。今日不找凌云山了，走，带你去妖界，包管你醉生梦死，连古镜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，更别说为他伤心了。没有为他伤心。我干嘛要为了他伤心？叶爽。你没事吧？我看那一群人是孔雀族的，不过我听说鹰族跟孔雀族都已经停战了，为何现在？阿音，我只不过是让白鸟岛打开他们无极洞的屏障，好让我去找寻我失踪族人的下落。他们一直不肯，还污蔑我们，说我们觊觎他们什么白鸟岛的洞天福地，真是笑话。叶爽，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。你要是想证实真伪，可随我上鹰岛，那里多的是证据。此事对我很重要。嗯，我跟你去。嗯，干嘛？你不跟我去妖界了？他们这仗都打完了，这事真真假假跟我没关系。我是怕阿静这个大笨蛋被人当枪使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华叔炼化了遮天伞，若不是华叔将遮天伞炼化成了自己的神器，他又怎么利用遮天伞的天罡之气？遮天伞是阿静的师尊赠予给他的，珍贵的很，只是借他用，他怎能练成自己的神器？话说这个人实在是过分，古训他心性善良，定不能被他给骗了，我得想想法子。他心性善良，我看古静分明就是满肚子坏水，就算他要娶华叔，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皆大欢喜喽。古静要娶华叔？啊。阿姨，要不我陪你去白鸟岛吧，把你师兄抢回来，正好这也是在帮我们鹰族。好，刻不容缓，现在就出发。阿静，嗯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在你还没准备好，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，丢了面子，真的对不起。什么？我哎，是我让阿英和燕爽去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说这干嘛？阿英与阿九，莫不是？我怪你们做什么？瞧你那不开心的样儿，那我补偿你吧。陈敏不是和我们说幽冥界有棵梧桐树吗？我知道一个不用上君资质也可以进入幽冥界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在人界的长安有一条可以直通幽冥界的暗道，虽然有规定上三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，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影响人间，就不会遭受天谴了。当真？切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欠凤凰那一命的又不是我。
这些乌鸦的眼睛好诡异啊。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啊。什么意思？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来人界收集最恐怖的噩梦，再用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，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，不会被察觉，极其隐蔽。阿九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些都知道。这算什么，我知道的事儿可多了，你要想听我以后慢慢讲给你。还有别的？嗯，来了来了。我也知道很多。哎，快点儿。这丫头定是又胡思乱想，触发主仆契惩戒了。没事吧？阿英，快进入结界了，坐稳。看三位风尘仆仆的模样，想必是出来幽冥界了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修炎楼的令牌如何卖的？开个价。我们要最快见到幽冥王的那种。啊，你开个价，他很有钱的。请。一等令牌1000金或1000年灵物，二等令牌500金或500年灵物，三等令牌300金或300年灵物。您先买了令牌，依据令牌等级在我这里排个号。只有这三种令牌？小英姐，你可别骗我们啊！钟灵宫的幽君侍卫可跟我们说了，这两日就能见到幽冥王的，只有这三个。小女君，您说的没错。咱们楼里还有一种特等令牌，只要拿了那令牌，即刻便可入钟灵宫觐见幽冥王。可是这令牌只在楼主手中，价码也只有楼主来开。3000年了，咱们修炎楼还只拿出过2块特等令牌，一块是用10颗万年九头蛇的内丹耳环，一块是用一株万年梧桐树耳环，这个都是千年难求的好东西呢。万年梧桐，钟灵宫内果真有梧桐树。楼主在何处？我们有的是钱财，你只管把特等令牌拿来。我们的钱不足100金。那你刚才嘚瑟什么？我没想到这么贵啊。这位邻居的内丹竟如此残破，换寻常仙君早已殒命，可他外表看起来却并无大意。小姑娘，你对我的胃口要不要留在幽冥界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保你活千岁万岁，享一辈子福。
阿英在为他输送灵力。不可，现在若有外力打断，恐损阿英性命。阿英，休想！我们是不会拿此换令牌的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单纯对这小女君感兴趣。这样吧，我这有个棘手的差事可以交给你们。我幽冥界的三生石失踪落入了人界，如果你们可以把它寻回，便可以来我这里换一枚特等幽冥王会客令。三生石，阁下可有线索？这人界这么大，没有线索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是啊，阁下不愿回答问题无妨，阁下定有自己的理由。放心，我们会把三生石带回来的。去哪儿找地位交流，先走。听话了，先走。阿娇，阿英，马车跟画本里一模一样，我一直都想坐这个。上车吧。小心啊！哇！哎，你牵马去。我牵马？凭什么呀？就凭这是我买的。人界的规矩，谁付钱，谁老大。阿英，我都说了没事了，担心死我了。糟了，三生石，三生石被我捡到了，完好无损。哦，对了，阿英，你方才想跟我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说？还等吗？行了行了，天都快亮了，赶紧回客栈休息吧。走，阿英，佳云载你。啊，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。想什么呢？想那么入神？你怎么进房间也不敲门呢？我都敲了好几遍了，你没听见而已。嗯，你脸怎么那么红？嗯，又是因为主仆气？没有，主仆气已经解开了，我再也不会受主仆气的限制。解了？难道是因为娇药的阵法中？哦，那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被普沁继续劳役，跟着他找那个什么仙缘了。明天我们就去跟他告别，出发去找凌云山。明天既然有了线索，自然要当机立断。你猜我在逍遥洞中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凌云山的稀土。没错，我之前在打泽山的古籍中看到过，
凌云山的稀土受灵泉浸染，混有水凝兽特有的治愈灵力。之前你给我治伤的时候，就是这种灵力，我一看便知。只要能提取其中五行元素的特制成分，很快就能找到凌云山的位置。不过，这蛟妖也收藏着凌云山的泥土，说不定也在打着凌云山的主意。不知这三界中有多少人觊觎这块宝地，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谁让你乱改的？我看你捐献路上写的人没有一个比我帅，就想着提醒你一下，怕你错过最好的风景。你好吧好吧，我错了。那你能保留我的名字吗？不能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改旁人是会误会的？谁误会？难道是古今？别忘了你可是和他没有，我跟他的主仆契已经解开了，现在没有主仆契能管我了，我想写谁就写谁，你也不必担心了。阿英，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阿英，来了。走吧。听说你们有事要提前离开。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？正要和你告别呢，古静没在，你告诉他就好。我和阿英准备去找凌云山了。凌云山？我警告你，别跟过来啊！哼，本殿下也要回樱岛了，好吗？谁有空跟着你啊？走吧。正好跟你说一声，你过来一下。阿英是我道泽山的师妹。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怠慢他。这还用你说？我自然会护好他。你没事吧，阿姨？那只能下次再见了。还有，他喜欢吃绿豆糕，你要记得给他买。知道了。还有，他喜欢喝酒，偶尔会有些失态，需要有人照顾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找到凌云山了，第一时间让我知道。还有事没？没了。你拒绝回家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呢，原来是去和仙族厮混。红爷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父王母后就是死在仙族的手里？纵使姑姑态度恶劣古怪，可仙界的确不该是我久留之处。阿英，你今日真好看。这个是云清师姐送我的裙子，只有大泽山才会有的云织锦。大泽山真好，灵力充盛，物资丰沛。我们妖界灵地更多，况且还自在，没他们仙界这么多规矩。你要是跟我去待一段时间，你就知道了。阿英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？啊！阿英，哦，疼不疼？我没事。那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？说，你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实在是太着急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？小住一阵子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长期住，因为阿静在大泽山嘛。阿静在大泽山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啊，你看我都忙忘了，我今日要去跟阿静结姻缘去了。自此之后，当然是一唱一和，同进同出了。你要和古静结姻缘契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之前允诺你的，等我找到了凌云山，还是会划来一块地给你，届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帮我看看，这两个哪个好看？都不好看。都不好看，那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那如果阿九。哎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本公子又岂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？